头里痛，头里痛啊！我看到那个，有个人拿了那个锣啊，杠，就是两个铜的，杠敲了一下子啊，杠敲了一下子啊，杠敲了一下子啊，敲了一下子，锣啊敲了一下子啊，锣敲了一下子，杠敲了一下子啊，杠敲了一下子发出来的声音，杠头里痛啊，杠痛了痛啊。痛了啊，痛了啊！一般来说，一进房间的时候，敲的人不太多啊。为什么？一进房间自己干的事情，要面子的，这就是自己做的太张扬了。只有哪种情况啊会敲呢？那个金榜题名啊，金榜题名敲，因为是人家敲嘛，人家敲啊，人家敲，人家敲。所以看电影的时候，如果看到那个自己一进房间还太招摇的啊，那个是比较假啊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主动行为，主动行为是自己给自己，做的话有点按照中国的传统有点不好意思啊，不会太过分啊。只有那个金榜题名的是人家来送礼的人啊，用敲鼓的哪有可能啊？报信的人过来啊，哪有可能？所以呢，看到那个乔家大院那个里边有几个镜头不对啊，尤其是说那个一进房间那个有点假啊，那个有点假啊，金榜题名那个是真的啊，是告诉这个信息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啊。